我们的 Ken 物哥刚刚悔恨，什么悔恨？不小心输掉，不小心输掉。我已经在旁边坐到想睡觉了，太累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，OK 吗？可以啊、哦，哎，好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太多的实力跟经验可以帮大家做播报，我大概只能讲一些很简单的东西，那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哦。啊，一下子就集到三颗，三颗风水引擎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要抓时间，不然一开始就要归归到后面，然后连转三下这样。哦，暴衣。啊，好了。好，清剿结束。一比零。啊、，yes。啊，扛着。啊，可惜。没接好。好，这个也扛着哦。啊，这个就有接好了。哇，UAS好凶啊！啊，超凶的。哇，就你没有资源就做不了事，但是有资源就很。有资源真的很凶。我上次大概玩了两三个小时，可是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练，可能就先放弃了。对啊，他全全角不是很好用，没有那么好按。嗯。然后他的 VT 我想不到他用的那个时机，来大家稍等一下。先不用，先不用，先不用。好好好。他不一定就是急，然后对方会弱，用气功的话也可以穿。哦，用气，他可以穿气功，对。哦。可是要有急段段时间，才穿气功。就应该说是用的那种时机啊，大概在什么时间点用可能会比较适合。急久一点穿气功，对、啊。然后平常他就可以打背了吗？平常就打背、啊，平常打背，没那么好用。了解。挡刀，而且是大雀，哦，像这样，这个挡住是大雀，挡住大雀，哦，好吧，那这个不能乱用，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都还不熟，嗯，等到熟一点以后就不能乱搞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一直冲，空摔没成功，暴毙，摔，哎、欸，偏招，这个偏的好。那女仆刚刚从旁边经过，佑老师刚刚似乎闪神了一下，哎、欸，女仆，讲到哪里差点掉灯，对，差点掉灯啊，差点啊，啊，要掉灯，要掉灯，哇，站中角，站中角还是很硬啊、哦。看着，啊，可惜看不 miss。哎，好不好？就这种情况下，那个解摔反应跟要有啊。我一开始还不会解这种状况。我也不会。打一打。我到现在解摔还是很大，没那种反应解摔。对啊。哇塞，这个不错。暴毙，啊，可惜 miss， 我、哦、后面还有啊、哦。这可以啊，他所有拳脚都是比较高，超恐怖
压力超大，你看一下血就只剩一点点。啊！哎，可惜。好了，下一场是。